啊，出现了，总算到这一关了。看来下礼拜，下礼拜就可以 SX， 下下礼拜结束吧，还蛮快的，一个月多一点。目前为止，我们好像玩最快的是 BX，BX 那时候好像也玩差不多一个月，然后就直接瞬间打完了。那时候我还把所有的隐藏要素都拿到。嗯，像那个激战 X， 他做的还算 OK， 只是说他那个非战斗画面的时候，那个步调太慢了，就啪啊啪啊，像一个 OGS 砰砰，瞬间直接打掉。要按快的话可以很快，啊不按快它也是一个正常的速度。天山来拖你时间的，重点它又不是急迫要素。之后应该会多出几只，也是蛮夸张的。最后一个 BOSS 就是兹菲尔德，突然想到以前新超级机器人大战BOSS 是朱迪卡还是兹菲尔德啊？其实我有一点想要玩，因为他是在激战 F 后面再出的。加奈特超喜欢装扮的。对，他要背叛了，他当然不会来。他，我觉得拿下来就会变成普通角色了。又不是说像正数一样，它有一个很特别的，已经深入人们的印象、玩家印象里面。刘尼也是啊，如果你把他头巾用掉，然后发型改一改，会变成说像雷欧娜吧？布利特也是，他那个发型真的是太特别。然后我记得是先合体，然后合体失败。以前我玩阿法一的时候是合体失败，然后之后就背叛了。他说：“龙胜，你太差劲了，我对你实在是太失望了。”Sparrow Ball X。哦吼，你现在在打那个34还是 30， 好像34还是35话。你选不同路线，你选真实系的超级系的会差一话，一个34一个35，真实系的 34， 哎、啊、不选错路线，不是真实系超级系，总之就是他有分路线啊，不过反正两个地方都是一样啊，英格拉姆要跟你背叛。
马腿，我们的来非常的敏锐哦。这一话跟超级系一样的一话，然后那个超兽机神那个背叛者，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，穿那个短 T 的，然后背叛者，他会出现，然后跟英格拉姆，然后还有朱迪卡出现，然后把英格拉姆要用龙圣跟那个主角一起打英格拉姆，有顺序。好像没有顺序啊，打了之后，然后再打雷比龙圣跟雷比托拉对打，之后把阿杠干掉。接下来你要走钢弹系列的路线，你才可以拿到雷比托拉还有阿杠，就是你才可以拿到最强的机体啊。那个真的最强啊，你从头到尾直接气力满，然后开那个魂下去，尤哲斯直接瞬间被干掉了。那时候我好像打6万8还七万滴，瞬间直接压到底，他连那个更新都不用开了，瞬间直接趴。哇，这一话剧情还蛮长的。Marvel， 不是 Lace 跟 Bio， 是 Lace 空白翼。他说雷比托拉。不用睡得，因为我那时候是看那个网络上的攻略啦。说真的，到现在 Alpha 一的隐藏要素哦，还没有人可以全部完整的调整，就整理出来，所以有时候会有一些漏洞啦。就比如说这一话不用睡得什么的，然后也可以拿到。加入是说他要变成驾驶员操控 R 杠哦。不是单纯就是被抓走而已，他要变驾驶员。或者是说你有睡得啦。噔噔噔，李切的瞳孔，李切的枪口。钢铁号继续。哎呀，忘记了，忘记给他打那个等。十二级，一样，正数，亮斗，卡奇娜，伊鲁姆。刘，我现在真的完全不派欸。好了，还有两台要给谁？古铁、白骑士。哦，那这样不错。小兵哦，他一直在这边啊，我每一场都有派啊，有补给，有修理，然后他又有应援，还不错欸。啊，好了好了，给你啦，给你们两个啦，真是的。四机合体，一击必杀炮。好，我看一下，敌人越来越远，越来越远，越来越近，超近，啊，没有拉远一点。
布利特，加油啊！你才29级罪数。你看根本就 BOSS 机耶、欸！突然发现我们就有一个 BOSS 在这边。对，血比较少，而且他威力更高了。原本他变成敌人的时候3000而已，到我们这边他直接4000多，4300，而且2到10，陆地宇宙也是。后面关卡是宇宙，所以完全不用担心。我真心觉得应该要出以前的啦，应该要出一些机零件，可以让宇宙变 S， 要不然说像那个 F 啊 F1 接片，或者是早期的到宇宙关卡很多超级系完全派不上用场。总之注意一下，要把那个 R 杠击碎，然后才可以拿到隐藏条件。对，我顺便看一下我们的瓦尔西亚。不要，我要那个。怎么没有啊？为什么没有那个瓦尔西亚的音乐？也太惨了！哦，有了！我要改一下，我要改一下，要不然每个都那个什么 Born to Fight， 一大堆都在 Born to Fight。有啊，就这个啊，记录记录刚的音乐出现了，然后巨盾我也想要把它改一下好了。你说的没听到？不对，我分发现的生气，不对，就是这样的事情。好，给他换这个。好，对吧？现在没办法。这个才对吗？对对，瓦尔西亚就是要配瓦尔西亚。神武刀，哈哈，一人消耗50，也太凶了吧，也太凶了吧。首先不能去装武器，然后 PC 就只有一把神武刀。对啊，然后就一大堆都 Born to Fight。精神集中。Very good。我们的记录记录钢，啊不是，我们的瓦尔西洋改，机体特性是射击，太好了，我们的拉达杠是射击150，也太弱了吧？看看我们的塞巴斯坦射击165，哎。
白骑士也161啊。好了，给我们的卡奇娜看一下吧。他 AC 看是不是可以增加更高的攻击力？就如何解释了。呵。啊。允许传给外人。对，拉塞尔他超棒的，一人十五，友情四十，稳了稳了稳了 ，yes。呵 ，yes， 他三四啊。2929，这个音乐超棒的，而瓦尔西洋的音乐真的超有 boss 气势。然后呢，伊鲁姆。好运发生率加 10%， 幸运值消耗 SP 15。等一下，好运是什么意思？攻击命中率、彗星一级发生率、回避率均为 100%， 发动几率随着技能等级加提升。好，完全不知道到底有什么用。助理自己答应他了。走，这才是你的位置。前面些藏不起别人，你小龙点滴满腔了。哎，阿林，到现在你还是这个德行啊？大海王，对呀，好家家伙。好了，还是一样，龙身不是那个阵术，到这边来，开 map。啊！什么八九趴打闪开了？八九趴给我闪开！89%哎！我就不信你还可以闪！啊！我也被打了。我的媳妇，我不觉得了。啊！星际战最后 BOSS 是开恶魔钢弹。什么版权？竟然是版权的，几乎没有听说过版权的作品，然后变成最终 BOSS。我是记得说那个 AX 是让那个 BOSS 跟很多版权的合体，那个 DG 细胞啊，然后还有其他的初号机在什么忘记了。反正到时候我一样会实况，我就是要把全部系列都实况出来。噔噔噔，全都要，是啊。50%，噔噔噔噔噔，至少要把一个魔王机的量产机用过来，至少有那种 feel 啊，这样也不错。古铁，你为什么这么慢？古铁，而且命中还这么低。为什么呢？拜托帮帮忙啦，你也学个 SP 回复啊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马上去把他给我叫来。也是也是，师父我来了。有你又要打不到了，开集中打得到了。射撃は苦手なんだから。超级细吗？
身为一个超级系，如果他要配其中，他的命中率本身至少要高。这样也打不死。哎呀，浪费我的布局耶。重点要血量，你自己看看，才5250，有点偏那种敏捷性的超级系啊。可是如果你要说只靠集中啊，然后可以命中到100%，我说真的 J9 都可以做到 J9 啊。好啦，狙击 J9 完全可以做到啊。我的这哎呀，等等，你对付这种那个触动很容易啊，摇杆就让你直接按到太极。不要怕，我们要相信正数，正数他 OK 的。你看这步调超快的，瞬间直接住住住。很稳，没错，真的很稳啊。我就喜欢这样子啊。哎、欸，等一下拉托尼，不要闹了，不要闹，你再打下去，别人没得练的。哦，这次也算蛮厉害的啊，连续几次二级趴他都闪开了，还不错啊。啊，应该差不多了。哎、欸，还没出来哦，还是说是要打完才会出现？那给刘尼啊，加奈特109啊，算了，给白骑士吧。才怪，我要给那个郑舰长。华为诺瓦。噔噔噔噔！各種データ、入力完了。而且其实我觉得蛮纳闷的，说他那个剑主剑啊，你看他前面，他有两颗黄色的，像那个很像那个瞎子的眼睛睁出来一样，瞎姑还姑瞎的。海底不是有一种瞎子也是这样，眼睛凸出来黄色一颗。他这战舰那两颗到底是干嘛用的？耶、31，刘尼上吧，别开妹婆下去啊！35000简单的、啊，伊鲁姆跟那个正数直接轰下去就好了。尤其正数目前为止他伤害最不是这个形态啦，他问全额解就是6200啊，就是除非用骨铁吧，骨铁的合体技。啊，不用大基地，哎、欸、没有，我们还是用一下，哎、欸欸、不行，因为大基地其实等一下 R1 R2 R3 也没办法吃到。嗯，不用担心。我怎么觉得以前玩起来感觉很困难，然后到现在的时候发现我已经不会很难了。
61%，61%。我给他开集中欸，也太弱了吧，还打不中，还打不中，给他开集中，给他开布局，然后就竟然没打中敌人，虽然他也没被打中啊，但是也太惨了吧。因为以前都不懂，真的。我看一下有谁损血，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损血。OK， 交给我们的瓦尔西扬就行了。他快变成。他现在是有那个合体技能的，还可以盯住啦，他快变成说像那个朱雀了，跟鲁鲁修的朱雀一样。红月卡不是那个卡莲，红月卡莲，对卡莲，刚刚讲错是卡莲。多正如果他没合体技啊，我绝对不会派他。好硬哦！あら、回避しきれなかったの？そう。哎，等一下。YouTube 他好像漏水了，还是终究还是漏了一下。重新整理就没事。噔噔噔噔，拉托尼上吧。啊，对哦，拉托尼已经满了啦，62。有没有想说调一下设定，增加一下位元率，变 720P 应该还 OK， 重新整理就比较好了。噔噔。那你看我们的卡奇娜，他命中率直接100%呢，被打了72%，完全把那个古铁压着打，血量6400，比古铁的5000多还要好，还要更强。那想说干脆给古铁装这个卡好了，尤其有光束附魔。大绝招虽然4400，但是他消耗120。你看看我们的古铁，5700还看起来很厉害啊！但他只有一发，然后重点是两个都不是 P 系的，唯一一个比较有看头就这一招。好痛，对啊，尤其是卡奇娜，他有魂啊，然后再来说他有复仇加勇猛，整个直接1.44倍下去。群魔乱舞，基本上他完全是依靠白骑士，不知道 Impact 怎么样。因为其实这么一想，我 Impact 102化啊，然后都是那个古铁跟白骑士，路人你还是去旁边吧。瓦尔西昂改，
好，你去那边。噔噔。OK， 等一下就出现，在这一只就好了。然后我强的最好先给它用在一起好了。伊鲁姆配，等一下，正数配卡奇娜，伊鲁姆就配亮斗。OK 啦，他要出现，他要出现的，不用怕，不用怕。这根本就是那个啊，甘巴斯坦的宇宙乌贼。你不觉得超级像的吗？只是我们那个甘巴斯坦，它里面的宇宙乌贼他们都有爆金。每次你玩那个激战啊，你看到那个乌贼，都每个都爆金的、欸。超有烂的，你看这关果然比较麻烦，到现在熟练度还没出现，不过我估计熟练度应该是 R 杠，把 R 杠干掉。对，它绿色的，你自己看，它是绿色的，它不能动。南叶也是，好，我看一下哦，他们说新增的。天上天下念动破碎剑，攻击队形 R， 哎、欸、还不错哎、欸。能力呢？他有没有新增啊？还是一样。别来操作，完蛋了，完蛋了。哎呦了，啊，就是没有 map 就对了啦，那个有限是光速颤轮，极速散弹。攻击队形 R， 然后我们的 R3 呢，还是一样，什么都没有变。新增这个念动力自导飞弹，好了，什么都没有。不过 HP 倒增加了，然后运动系给我下降。你什么都没变，我们出发吧。先看一下大家气力够不够，142129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这边130137也够了，勇猛也开了。好啦，给战舰拿，战舰等级太低了，冲过去吧。过去给人家揍。对，尤其等一下他们三个人就会被打败。
哎，7D105，这样不行。好，我慢慢调整一下吧。气度顺一卷。我们想说我们的男夜可以新增什么招式，不然5200真的是有点弱啊，又不是像伊鲁姆，而且你自己看他机体特性格斗的却有只有5200。布利特加油，你要好好保护男夜。下一代啦，要到那个 OGS2， 然后才会有龙虎王跟虎龙王。我记得我以前玩 GBA 版本是20多话的时候出现，然后那时候刚好隔一两话阿杠被那个雷比托拉操控，然后并且新增了天上天下一级必杀炮。还真的来打。枪，你知道他们全部排成这样，我有一个非常棒的想法，我要 map， 集中，不拘。我很想开热血啊！然后等一下换流泥，流泥跑过来轰。帅帅帅！好，换我们的流泥了。就差那一台，如果我有教条的话，我真的很想直接把那个咒术移走啊。白热抽好像后面不知道后面会不会加入，欸，好像 OGS2 会啦，加入一下下，可是 OGS1 好像就没有了。我先把这台打掉吧。不要让流泥可以过去。也太惨，我说真的也太惨。好，流泥，让努力上幸运。瞬间 MVP 了，哈哈哈，超爽的，欸！
超厉害，超厉害！经验值直接3000，打好打满 ，yes， 这就是 map 的可怕之处。我们白骑士完全吸了超多的经验啊！喂，我证书才刚动耶！啊，糟了糟了！我们的伊鲁姆呢？伊鲁姆在哪里？好啦，拜托你不要动哦，阿杠，你不要动。失败，砰！可怜的阿万，可怜的阿兔，可怜的阿三。为什么他衣服突然变了？英格拉姆的衣服突然换成别套了。一秒瞬间换装了。你这叛徒！啊，出现了，出现了！重点是伊鲁姆啊，那个亮斗还在那边呢。伊鲁姆这样太慢了。英格拉姆 HP 在50%以下撤退 ，OK， 完全没问题。啊，南叶怎么突然动了？南叶怎么突然可以动了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南叶刚刚不能动，然后英格拉姆背叛他就可以动了？他刚刚完全没有讲过话哎，我的南叶啊，快过去啊！阿万阿兔快爆了，重点是阿兔已经动过了。瓦尔西昂，快上！对，简单，35000滴卡17500。是不是每个版本都要想一下这个剧情？也不是啦，是只有 Alpha 一啊，他有这个英格拉姆背叛，然后 OGS 他是建立在 DC 的剧情，就第二次、第三次就打比安那时候的剧情，然后延伸出去接续 Alpha， 所以英格拉姆又再背叛一次了。像你呢，玩那个超级英雄大作战，英格拉姆可是不会背叛哦，因为他是男主角。哇，直接挡开！英格拉姆是男主角，所以不会背叛。阿巴三就后面客串啊，所以你会觉得很疑惑啊。
他既然在阿法上客串，为什么在这个 OG 啊他又出现在这里，真厉害啊，噔噔噔噔，拜托你把帮帮忙来个加速嘛你们两个没个加速的，去吧。其实阿法山主要是那个卡瓦雷那边剧情，然后会再新增一些。我说古铁啊，你是不是也太慢了、啊？铁臂没用啊！阿法 O G S E 有卡瓦雷的身影，哎、欸，等一下应该就可以看到了。我记得是我是在动画看到，动画看到那个卡瓦雷的身影，但我不知道游戏也有。让他去打那个，让他去打瓦尔西亚，不要来打我。反正那个龙圣路线就是英格拉姆的剧情会比较多。嘿，腰叉粉碎炮，哇，痛死了！等级瞬间压到底了，对，没错，就是让你打我啊！能量吸收弹，哇，哎，零趴，留一暴升到36，攻击超高的，跟 RPG 一样。裁きの日が近づく今、力なき者は死あるのみ。自己变成了炮。メタルジェノサイド。デッドエンドシュート。哎呦哎呦哎呦，很强哦。2700而已。而且我们的 BGM 把那个英格拉姆的盖掉，哎、欸，我们的 BGM 啊，英格拉姆，你实在太弱了。哦，赞，他没有驾驶舱防护。我还没防御、欸，防御的话应该可以挡下来。哦，在动，等一下 ，OG 有在动哦。我记得以前载动实在是太夸张了，所以载动好像在阿法外传以后就不再出现过了。没想到竟然这边还有载动，厉害哦！没想到竟然有载动，神武刀，没有没有，你不要用电磁炮，电磁炮打入地，哎、欸、哎、欸啊，算了，你还是用这招吧，光速军刀。带动了 OP 啊！你不觉得上面那台真的很像一个 BOSS 的机体？
超像 BOSS 的，可是重点是EM不太够。如果EM够的话就好了。那每个人都在跑来打瓦尔西亚，是真的把他当 BOSS 就对了，真的把他当 BOSS。而且我发现他们不是打瓦尔西亚，他们打的是拉托尼。拉托尼这么可爱，你们竟然冷下心去对他做出惨不忍睹的行为。哈哈，夏亚无双。对，如果再加 map 可以上武器的话就好了。啊，对啊，两个都打那个拉托尼。啊，总算有人打那个南叶了。好，我来看一下 map， 一直被针对，你们怎么可以这样？我来看一下亮斗，49级，他就差一点就升了。35000而已，超弱的。阿巴库克，哦，这边让亮斗来打吧。搞定，我们的亮斗成为了 ACE， 给予的最终伤害加5%，受到的最终伤害减5%。你是回避型的，你为什么？你回避型的竟然是受到伤害减5%。大地神来乱入，但等一下乱入我真的会失败。我看一下他有没有高性能瞄准器，太好了。他这边32000吗？好，没有 HP 回复，先稍微打一打，然后之后再让伊鲁姆这样直接冲过去。如果瓦尔西亚有 map 的话就好了。为什么命中率这么低？为什么拉托尼命中率这么高？没错。你的心已经污秽了，让我来把你从黑暗之中解放吧。还蛮痛的啊，还没暴击耶。还没暴击耶。俺の目の前で。メタルジェノサイダー。デッドエンドシュート。
3300哦，越来越硬喽，我越来越厉害喽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打到半血了吗？他不是说50%以下撤退？将敌舰的屏障直接击穿，有了有了，黑金号出现了，我们的呆金嘎不是我们的金嘎应该也要出现了。哪里用不到黑金号？哦，我们来盖掉敌人的 BGM 了。没错。我说啊，你就出现在右边，为什么不直接先贯穿那个英格拉姆？もはや退路はない。これより艦前方へ一斉砲撃。その後、艦首超大型回転昇格を使用する。了解。全部確保等発射準備。発射準備。距離確認。行格誤差修正。而且英格那个雷切尔这边超棒的。小兵都可以出现在画面上。哎，是吕布的配音哦。哎，哎，有像哦，有像。半条，半条，半条。哎、欸，是一万五千滴。好啦，其实这样说其实也算啦，毕竟敌人也算是主舰级。那个来真的是很超高哎、欸，看这也是敌人就对了。人家是来救援我们主舰的，然后竟然还骂人家。吕布 VS 本多忠胜啊，在那个神魔无双里面好像有这个经典对决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哇，5600哎，你看看我那个托伊姆破坏炮5800只有一发。啊、可是我们的那个黑金号啊，哇，全部 S， 然后5600，然后可以发2到3发哎、欸。然后呢，也有能量异常，又有大激励。嗯，等一下，不行啊，不行啊！你看他有大激励有什么用？双人精神，哪有哪个人是可以跟主舰配在一起的？我看一下他的血量，25000嘛，35000，17500。等一下再让那个瓦尔西昂改再轰一下，刚刚好。噔噔噔噔，大激励，有大激励也没用啊，要到下一代才会有用。阿兔撤退，10%，太好了。4700，这时候就要交给我们的伙伴。
好了，我们要把它盖过去了，变成钢铁的驾驶舱。卡莲哦，别了吧，我古铁就要待在那个仓库里面。他还没强化之前，我还是不太想要用他。因为说真的，他的大绝招不是劈系，真的你还要浪费那个 SP。好了，试试看，试试看。我就不相信这个3700打不了那个1900 D， 一定可以。快，先去帮忙一下。我也想开战术指挥啊，但可惜的是，我其实有点担心，我帮拉塞尔开铁臂，我怕被打到，因为我怕那边 R 杠突然跑过来打他。这边这一台我倒不知道怎么办，噔，哦，6600耶，完全屌打，完全把那个我们的钢铁号压在地上打了，我们钢铁号真的快哭了啊！这关把它结束掉吧，下一回合瞬间压死它，因为我们的伊鲁姆已经到了，魂用下去绝对20000，先把它压到17000，然后再 K 下去。对，黑金药真的大于钢铁药，但是很可惜的是说它那个隐藏要素，我们的钢铁药等级好像要30多等，34换的时候要35等，可以拿勇者指引。总之等到35等之后，我要换另外一台。目标との相対距離確認、行角誤差修正、超大型回転昇格始動。了解、回転昇格始動。機関最大戦速。各方と攻撃始め。総員衝撃に備えよ。真是超棒的。投北。哇，7000欸，还没暴击耶，暴击的话可以到9000-10000呢。墨镜要到 OGS12 才会有，他到时候会先操控那个凶鸟，好像是先操控那个 NK 系列，凶鸟 NK 系列，好像他操控 NK3，然后也是一样黑色的，然后叫黑龙卷。噔噔噔，好，你有热血吗？完全没有，太好了，超级没用的你。过来过来，啊对，我叫你过来，你在那边。原本打2700，刚刚打3300，现在打4000D 吗？さあ、成果しか好きな方を選べ。メタルジェノサイド。
デッドエンドシュート。撑住撑住撑住。いえ、少佐の心の乱れ。伴奏隊トライア6つのチャクラを再生産。也没办法，瓦尔西洋本身是射击属性的，能给人家穿上去的不多啊。要不然给亮斗好了，然后拉达来操控那个准鸟。育てた甲斐があるというものだ。真的是不负我们的期待，我的瓦尔西洋超厉害啊！我说为什么为什么那个英格拉姆打过来的一定是打那个拉达，然后其他小兵打拉托尼，每个人都觉得想要把拉托尼干掉，对不对？哎，别别别，拉托尼，你的击破数真的太多了，有一点点给别人吧。然后我还依稀记得在阿法万的时候，在龙圣啊，他阿万念动爆碎剑，阿万的念动爆碎剑他是一到六，而且不是 P 系。如果反观这边就变成说 P 系，二到四。啊，算了，反正能练的差不多了。AC 就是伤害 1.1 倍吧，然后气力初始加5。好像是这样啦。噔噔噔噔，还来啊！哇，直接挡掉哎！这回我就要你躺下。对，黑金号就是真的很猛。我唯一的缺点是一焰消耗很大。好，换我们的钢铁号，毕竟要练等一下。呼，9300还 OK 啦，只有一发，然后就打得还比黑金号少。33还有两等，还有两等，总算有契合。对，学到热血，然后另外一边也有契合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 R2 的最新的组装。我记得以前阿法万的时候，他这招在宇宙暴击下去了，好像可以到8000，快9000，还不错。吴铁加油啊！瞬间直接50级耶！好了，换我的白骑士了，27，也太惨了。
差太多了啦，马森凯撒可劈可移动可远攻，然后防御又高，命中虽然不太高啦，但是又痛，然后医院消耗很多都是零啊，完全没办法比。反正看一下我们古铁多硬吧，没开不虚啊，看不了了，不用看了。来，继续。不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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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 OK， 就剩下他了，还有一个小兵。可是我担心，如果剩下主舰，他会逃跑。啊，来冲吧！祝福应援，他这边有努力，不用怕。魂呐、啊！必中，必中。而且不要说我们还有再动，我们阿托尼有再动，我们再动给那个有援护攻击的，有援护攻击的。有这边有援护攻击，但是我看一下哦，比如说我那个伊鲁姆在这边。我们拉托尼至少要在这边啊，可是就算解散拉托尼到这边，哎、欸、等一下，我觉得可以，我觉得可以。哎、欸、没有，不行不行，重点是拉托尼也会移动，他有再动也没办法。惨了，应该要下一回合了。我都开魂勒、欸、我都开必中的呢。必弩魂好啦，必中当作就没这回事，下一回合有 SP 回复应该 OK。 又是阿多尼，啊，试试看吧。下一回合有没有想说这一回合搞定啊？因为我也想看那个四个连续攻击他，不过看来是没办法了。防御，对，你用电磁炮。啊啊啊啊！不要、哦，要从到要到这里来了，哇耶！要到这里来真烦呢、欸。为什么你那拉托尼刚刚打没那么痛，你现在打这么痛啊？真是超讨厌的阿多尼，应援的嘛，好啦 ，K 下去，热血契合再一次学到，不是啊，我是主他，我觉得伤害高大家一定会很开心啦、啊、但是重点就是说这样不行，因为要把他压血量。
一千多滴要打到一千多滴。亮斗，你不要被干掉喽，10%而已哦。其实我也是想要练拉达，看他能不能练一下。好，这边7000多，交给我们的布利特军。然后再给古铁，不要说我对你不好，我已经对你很好了。你看看，我还连这边的都给你。我1500滴，到底是得罪那个编剧，到底是得罪制作人，得罪成什么样子？竟然就有1500滴。好，我先用系统保存，以防万一。我用瓦尔西洋，用那个医院吸收吸他医院好了。古铁已经落入了卡莲了，超可怜欸。我在想说是不是四性啊？欸不对啊，全部都是 A 啊。2000击才打1800，好像还暴击哦。好，我们准备妥当了。啊，这是按错了。魂，必中，必中。努力，然后再祝福。电池炮加沙纯废炮，我就不信这次打不赢你。有没有想说，如果是 B 的话，还说得过去？像那个阿法外传超兽机神，我后来发现他空中有些是 B， 所以有时候打下去才1000滴左右。半数以上の役者だったってことは認めるぜ、少佐。应该是那个啦，英格拉姆那边 BGM 是记录钢，但是我把那个瓦尔西洋，他音乐配上 BOSS 的音乐 ，BOSS 会盖掉 BOSS 的音乐，所以瓦尔西洋会变成说最优先顺序。哦，一击必杀。27000耶，这样28000耶。我说如果给那个亮斗开瓦尔西洋啊，说不定会更厉害。尤其亮斗他 ACE 好像是受到伤害减5%。哇，没办哦。爱，为什么你要有爱啊？你是个格斗近战系的机体，为什么要有爱？体力接近战，念动力射击战。对，我觉得应该要给亮斗装那个瓦尔西洋杆，然后拉达用过来猛禽。而且你看他有觉醒，
他只有对那些萝莉有爱吧？现在我不会杀了你们。啊，奶叶不要！奶叶爆了。可怜的南叶，他要被做出惨无人道的对待了。喂，左上角的战舰为什么跑掉了？左上角的战舰啊！对啊，你怀疑他，你就只有怀疑啊。你又没有被，你又没有指出来。英格拉姆很奇怪，很奇怪，而想借根本就放马后炮。刚刚就在你们旁边被抓走，然后结果竟然现在说到处都找不到古人加斯特二世，那马就拢吹没？你们刚刚到底有没有去在意到南叶？我们南叶真的很可怜的，被就在你们眼后面被抓走，然后竟然没有人去注意到，你们到底是怎样？布利特，你还亏你是爱人，不是布利特，你还亏你是爱人，一点都没有去注意到南叶的情况。超可怜的南叶，他根本就完全被放生。哎，对，阿杠回收了，啊，太棒了！我们的拉达继续开阿杠，然后呢，瓦尔西昂给亮朵，也不能怪这些 NPC 看不出英格拉姆，因为英格拉姆本来就是被操控。然后他一直在帮助主角群，要不然怕有些人会觉得说怎么这个人这么的过分，其实他很可怜的。嘿，阿杠回来了，好，来先换成一下那个猛禽，先把他身上的装备全部用掉。瓦尔西洋给那个亮斗，他本身射击系的，然后 R 杠给拉达，哎，古铁可以给人哎，哎，我突然想到一件事，古铁跟那个白骑士的合体技啊，他好像没有限定说一定要那个响戒跟艾克赛琳，欸，如果我说我把古铁跟白骑士换给别人装，那会不会有合体技呢？我突然想要试试看一件事。要不然想见说真的，他99不拘，身为一个超级系应该有铁臂，我还不如给拉塞尔他有铁臂，给他用古铁，然后想见去操控这台战机。我来看一下哦，欸，真的欸，真的可以换欸。好，我要换，我们来换一下。对，我们来换一下响戒，你去操控，然后古铁给那个拉塞尔，然后白骑士要给那个回避力很高很高。首先艾克赛琳他太弱了，他就算开集中被打到还是很高。加奈特吧，拉托尼好了，我给拉托尼装。利昂本身能力也太低了，然后利昂就艾克赛琳 ，very good。猛禽要给谁呢？雷欧娜，算了，不用。好，拿到能量吸收弹，什么用都没有。
没有的，哎，没有合体技哦。合体技一定要限定他们两个哦。啊，算了，反正其实古铁给想见，我还不如给那个拉塞尔。拉塞尔他有铁臂，拉塞尔有铁臂还比较好用。想见本身他 SP 消耗太大。好，来学一下大铁，能量节省，原物攻击，原物防御，指挥官。他不要原物防御好了，用勇猛吧。什么集中力 SP 上升，破了，铁灾，差一点。艾克赛琳，你学那个 SP 回复。亮斗，你学，哎，他有原物防御，不需要，不需要。你学勇猛吧，结果气力界限突破完全塞不上去，圆弧攻击我觉得蛮好用的。伊鲁姆，你总算学到了80，很好，但是我完全想不到说要给你装什么。好了，那剩下就给他那个气力界限突破，差一点。嗯，先试试看啦，试试看这样。集中力，原物防御，原物防御不太有用，基本上到那个 OG 外传才比较好。勇猛复仇 HP 回复，来吧，卡奇娜也翻身的了，拉塞尔 SP 回复，你的铁臂很好用。好 ，OK OK。那就今天下午的实况先到这边告一段落，明天再来试试看我们拉塞尔的骨铁换上去有没有比较厉害。如果真的有的话，完全这样不行啊！这样想借真的不知道我要不要把给他派上去。OG 的时候他在强化。好了，那就先到这边了，谢谢大家收看我王金城的实况，明天下午再继续来这个机器人大战。好，就先这样。不知道会如何，到时候再看看啊。肚子也饿了，准备要吃晚餐咯。好，晚上继续魔猎人世界，我就差一个素材就可以把那个金羊装全部拿到了。 OK， 晚上见啦，拜拜。苦力怕，希望说今天晚上不要再像昨天一样一直爆炸，苦力怕太多了，地上都是满满的苦力怕。哎呀。